我听讲你有男朋友哦。富商为什么要问这啊？无啦，我是讲，我是爱更加了解我身躯边较重要的员工，所以你真正有男朋友。是啊，冬雨伊是我的准大嫂。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小翠哥哥就是冬雨的男朋友。你两人唔那是闺蜜，还佫是真关系？是啊，我跟冬雨是名副其实的亲上加亲。那呢，恁哥哥是就有福气的呢。哦，我是讲单身发展的这么厉害的经历，拢佮伊有关系，实是太 lucky 了。女魔头指控冬雨摕迄个信封，我明明嘛有看到，啊，不过冬雨一直讲无，到底是甚物原因？对啊，迄天马德里用胖起的信封甲钱，你知影找到未？其实，不用的，我答应阿姨要不收秘密，即马代志嘛已经过去啊，就莫节外生枝啊。哎，管他伊是毋是有找到，迄是因家的代志啦。业务汇报时间你要到，我要来去无用啊。我嘛要来去开会啊，等下见。安尼人生是彩色的，安尼世界都变成黑白啊！我替你准备哦，你上爱食的意大利面还有沙拉。我知影你暗时哦，无爱食伤油的物件。多谢你，你伫外口走几工又够忝啊，下班搁替我做便当哦。嗯，你讲唔对哦。这段才是我上重要的一段，把这段走了，我才算是哦真正的下班。啊，搁再讲啊，无当日上了，我就会使休困啊，我也要亲像你啊，搁爱伫公司加班，你比我搁较忝。李东宇搁安怎讲，嘛是东东的业务经理，伊哪会去介意到这款身份的人啊？安怎可能无配？你好，小顺。阿姨，请签。公妹和秋兄的押金早班已经付款。好吧，那你我明仔载后才再叫秋兄。阿姐的字你爱想好哦，千万唔通用胖记。啊，不过我记是上歹啊。我看哦，等下等冬雨来，我交予伊保管啦。哎，速速去啊！我替你保管，明仔载我再给你。是安怎啊？啊，冬雨刚刚带做伙，伊想替我保管，明仔载就好啊，我才提起秋兄，安尼不是真好？不是这个问题啊，啊无嘞，敢讲你是惊这个钱去予冬雨保管会胖去？你唔相信伊哦？高伟宇，你啥意思？为什么你会认为钱予我保管会胖去？啥意思？你家己应该想清楚。冬雨，你嘛知影，韦玉云一定无歹意，啊，伊做代志本来就较认真，伊阁是财务部的组长，伊管钱是天经地义的啊，你莫黑白想啦。是我要黑白想，是因为我已经互人怀疑两届啊。对，我是无钱。啊，不过我还袂散车，才会去盗用公款。周生，你怀疑我的准度数？恁是我上好的姊妹啊！若是连恁都无爱相信我，其他的同事拢会安怎看我？好，那安尼我直接问你，迄天我亲目睭看到，你有一个底一个信封，就甲周生你摕予大家看一模一样，迄就是马德里用胖给的信封，对无？这种代志，冬雨啊，你真正摕迄马德林的信封啊？无，我无，应该是我看唔对啊。
就亲像佐证你所讲的，迄个信封就特别，我无可能看唔到。那呢，你应该袂记我甲你讲过，迄是别人给我的，我只是过路财神尔。冬雨，所以你真正有摕到一个有底子的信封，那呢，迄个信封即马伫倒？你唔是讲你相信我？为什么即马讲要问我这种问题？你嘛知影，我袂去偷摕马德琳的钱，敢唔是？那呢，现在你的身躯顶有遐尼济现金？大概你的薪水，你的钱唔是拢去用债主收走啊？所以你嘛甲周志宁同款，因为我散食就看袂起我，怀疑我是用偷摕，才有法度穿名牌的啊？是？当然唔是。冬雨，我从来拢唔捌看你无，我嘛唔捌怀疑你去偷摕人的物件。我是惊你，我是惊你去了了什么代志，只是无钱通用，才会做糊涂的代志。所以今嘛是，我手头挂些现金，钱是安怎来安怎去，一笔一笔，我要公开解释给恁听是。在恁的心目中，我就是遐尔无信用的人。好，既然恁袂相信我，那呢我嘛唔免阁甲你当作是姊妹啊。恁想要安怎想就安怎想，随在恁。冬雨，冬雨，冬雨，啊，别做了。我只是想要甲关心，你是想要伤害，阁较无想要。我变到这样，你相信？我知影啦，即马大家拢想过有情绪啊。我看安尼，咱先把家己的代志做做诶，赶紧转去休困，其他明仔再再搁讲。我无闲，规工来开会。什么？后日？上安了得到哩。李冬雨，你吃得好？不是，应该是讲，咱哪会这话？副总，已经下班啦，叫安迪就好啊。是讲，你哪在吃？你还约会啊？无啦，拄好经过尔。啊，你是安怎？看起来敢若心情无好的款。来啦，我请你饮一杯。你有啥物心事？饮一杯就无代志啊。讲起也无遐尼简单。啊，无饮两杯、五杯、十杯嘛行，行啦。我应该无适合来这种所在吧。来酒吧饮酒，那有啥物适合无适合的？只要有钱的话，我就是无钱啊。你即马是在讲啥物冷笑话？我该讲冷笑话，我讲的是我的人生。想袂到，我当作走脚咧行的所在，竟然有人从来毋捌来过。冬雨的世界这么小，不怪有一个外送小哥男朋友。伊就搬走啊！你的心肝内是咧笑我，还是咧可怜我？无啦，我是咧想，即马我甲你算是扯平啊！我甲你讲一个秘密，你莫甲别人讲哦。我自细汉到即马，拢无坐过捷运，所以咱即马莫想伤多，只要好好啉酒，好好享受就好啊！行。李冬雨，你有要紧吗？别人误会我都不要紧，阿唔过你无同款，你是我上要紧的人呢。为什么你就是不爱相信我？你拢唔知影，阿明我你要艰苦。
你真正无代志哦？我无代志。过来一摆。Oh no！小顺，今仔几点嘛？今仔日鬼票袂当抵到。啉较慢的啦，虽然讲这個酒精浓度不是真高，不过你啉这么凶，卖醉呢。行啊，李冬雨，我看你那礼拜，我给你礼拜哦。我胡松，李宗盛已经醒了，好你家在。我你外好，跟你叫声久，你拢无用。我阁俩孙讲，你是唔知饮伤多，结果急性酒精中毒嘞。我知饮伤多，我无可能让家己饮遐尼多啊。是啦，坦白讲，你敢饮一杯尔？一杯？稍等一下，你莫误会哦，我无伫你的酒内面动脚手，你啥袂记得啊？昨我请你饮酒。想知影你是一杯醉，你才饮一杯尔，你有倒去啊？安怎起来拢叫袂起来？我嘛唔知道你带台啊，所以只好出来饭店开房间。开房间？啊，唔是啦，你莫误会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有开房间，也唔过我保证，无甲你困做伙。昨暗若真正是安尼，我真正给副总添麻烦啊。是的，袂啦，你妈安尼讲，是我家己爱请你饮酒的，而且我嘛真荣幸，会当甲你做伙体验，这第一次。啊？第一次去酒吧。哦。啊，对啊，什么规定嘛？我被赶紧来走。你要去公司哦。我当顺手带你去啊！无啦，我要去表演现场。今仔日土地开发案开表，我一定要去看结果。啊！你想哪？头壳疼？无大事。你若醉过，免当啉一罐蜂蜜。水，水水水，认真的查某上水。冬雨。昨暗你是走去倒位？你无回来睏，够足烦恼的。我昨暗就出去行行，就回去办公室睏啊。啊，原本想讲小睏一下，谁知影睏起了后就天光。无代志就好。李小顺，信封的代志，我才找时间甲你解释好无？啊，说煞去啦，咱莫阁讲遮。上重要的是以后咱莫阁冤家，好无？好啦。啊，要开表，今日去，行。